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六祖坛经。那么在整个禅宗哲学史上，六祖坛经呢，当然是居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那么其他的都是什么录啊，什么论，那只有佛讲的话叫做经这样子。但禅宗的大德们把六祖慧能所说的话称为经。那当然六祖坛经本身有它这个编纂的一些背景，那么里面的这个事项的这个记录呢，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个编纂者或者说是作者他的一些历史背景或者是心理因素。那么这一部分的问题呢，这个胡适先生对于六祖坛经就做了很多历史上面的考证讨论，就把禅宗史到慧能以及慧能以后做了一些考证，那么提出了一些不一样的观点。那么这可以说是学者或者是历史学者在看一个宗教史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些学术上的一个眼光。那这些眼光呢，也无可厚非。好，那简单来讲就是慧能在弘忍的时代可能没那么重要，或者是袈裟传法的故事呢，未必是真的，基本上他就是不认为这是真的。那么南顿北渐的这一个南中禅跟北中禅的划分，实际上是慧能的弟子这个神会这个法师他自己建立的一个新的宗派史观，要突出自己的传承，要贬义或者是对抗原来在朝廷当中已经很有势力的神秀禅师和他的弟子北中禅他们的传法。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一些宗教史的考察，或者是一些政治背景上面的讨论。那么我们也无需去这个否定这个反对胡适所做的这一些考察，但是我们从宗教的内部，从禅宗以及这个佛教徒的内部来看的六祖坛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可以有另外的一些眼光，这就是宗教本身的眼光。简单来说，六祖坛经的话语是慧能讲经的东西没有错，但是文字可能被修饰得更美更完整。至于呢这个慧能得法的过程，它可能是经过南中禅的一个美化或者是一种刻意的肯定，可是这不妨碍南中禅或慧能的禅法这个确实发生了佛教史上真正的影响力，培养出真正众多的禅宗的高僧开悟者智者，被他的实际的效用跟他实际的影响力，这个背后的思想可以说六祖坛经里面讲到义理的部分就把这个背后的思想说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透彻。仅仅是他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不是得法传袈裟这些事情那么有一些批评，那这是属于历史的背景。那么这个从宗教的角度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事情，只要管那个真理的本身以及我们所理解到的这个智慧的重点，这样就好了。那我自己也是用这样的一个立场或者是进入来阅读以及理解六祖法宝坛经。那么在讲六祖坛经之前呢，有两部经必须简单的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部是楞伽经，第二部是金刚经。那么胡适就说，六祖以前从达摩以降到五祖其实就是楞伽宗不是什么禅宗，
就是讲楞伽经的一个佛教的宗派，这是实话，没有错。到了慧能以后，更多地强调金刚经。胡适的研究比较多的从这是不同的宗派或者是怎么样这个角度来看，但我直接从佛学理论的内部来说，楞伽经里面有几个话非常重要的关键，实际上就是南宗禅发挥的重点。对南宗禅，我认为他呈现了楞伽经经典里面的精华。再不是金刚经，金刚经有更多的是在六祖法宝坛经做再多的发挥。那我先把这个重点说一下。在佛学史的发展，原始佛教、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有般若系的东西，有唯识学的东西，有这个如来藏的东西。般若系就是告诉我们诸法皆空，一切缘起无自性，所以凡事不需要执着，你所看到都是现象，现象都是虚妄，不是没有现象，而是你对它采取决定性的感受意义的时候，肯定是执着的，肯定是边见偏见二。般若就在说这样的一种智慧的观解。唯识学就在说，虽然现象是虚妄的，但是现象的形成跟它的结构跟它的发展的过程，好，它是有什么样的架构？色心二法，或色受想行识五蕴，或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识等等，都是在说明现象世界唯一的一个特点。科学家在讲现象世界，化学元素108、109多少多少这样子，但是佛学家在讲现象，是把现象当作感官的主体，以及主体感官活动，看到的对象以及产生的结果，就是根、尘、境这样子，就是主体感官的结构以及感官活动的结果来说整个现象世界。所有的现象世界都是经验的对象，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感官，所以现象等于感官加感官的活动加感官活动的结果跟沉浸，这样来说现象，这叫万法唯识。哲学上有一个说法叫做唯心论，一切都是意识变现，这叫主观唯心论。那哲学上也有人认为一切都是客观的经验，我们的知识都是后天的结果，现象是先，现象是真实，感官可能有错，但是这是经验实在论者。那佛教是唯心论者，现象世界都是我们意识结构及其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一切呢，是变动不居，虚妄不实，但是我们确实可以在结构上有这样的认识。好，大乘佛学最后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叫做如来藏思想。为了要谈众生皆可成佛，所以每一个有情众生都有心真如，如来藏真如，就是有一个佛性自性的主体。因此不管怎么样的虚妄杂染生灭轮回的历程，最终有本性的清净，可以自尽其意，最终成佛，虽然现在都还在过程。如来藏的观念最重要就是要谈成佛的必然性。那么唯识学呢，最重要是要谈现象如何而有，特别是这个有漏皆苦，众生皆苦。为什么这么多苦呢？就是这许许多多的现象中轮回辗转，对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唯识学就在说这个。那么现象的根本意义呢，都不是如我们感官所感知的那样子。那现象就是现象，来来去去，不要采取意识的感受的执着，这就是般若的智慧在告诉我。好，
大乘佛学就这三个重要的理论的区块，在楞伽经里面呢，这些东西都有，有唯识学的东西，有般若学的东西，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修行成佛的东西，就是如来藏的东西。那么它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叫自证圣智境界，就成佛的境界一定是自己修行，那达到了那个体会，那个相应证入的那一个真实的佛性智慧，所以成佛就是主体实践感悟感通证悟而成佛，自证圣智境界。这时候就已经更多地是在谈人要做功夫。唯识学当然会谈如何修行成佛，不是他的重点，谈的不是很好。转世成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主体他没有如来藏，他没有无漏种子，所以他最终不可能成佛。那么一套学术理论、宗教的理论，让某些有情众生根本地不可能成佛，这就佛学理论或一套宗教的理论而言是不究竟的。所以唯识学的理论有这样的一个限制，如来藏的理论就解救了这样的一个缺点。所以固然有现象，但是形成现象的主体固然是因为迷惘而轮回在现象当中，但是这个主体呢，有一个根本清净的真如佛性，如来藏的智慧，所以必可成佛。但这个必可成佛呢，是要自己去实践，自证圣智境界。对，楞伽经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第一义。那楞伽经已经是比较后期的经典，每一部佛经都说很多的观点，很多的智慧，但是呢，他要强调第一义。第一义自证圣智境界，第一义不可说。什么意思呢？因为第一义不是在说，第一义是去实践。所以讲了这么多的理论，有没有更高的理论？有，那是什么呢？去实践。去实践并不是理论，所以去实践不必说，不可说，第一义不可说。所以其实原来的理论就是第一义，就是最好的理论，只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要强调实践。楞伽经就是要强调实践，而且是自己实践，而且众生都有这个如来真如，去实践必可成佛。楞伽经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说通宗通言说法如实法。说通就是文字语言的一套理论，宗通呢就是去实践，言说法呢就是语言文字一套理论，如实法呢就是实实在在的去实践。所以楞伽经讲这样的观念，都是不断地去强调，就是要去实践了。理论已经讲了很多了。好，这就是禅宗的精神。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直接实践。禅宗强调的就是直接实践。好，所以楞伽经跟南宗禅是有内在的关系的，并不是如胡适所说。慧能以前是楞伽宗，慧能以后是金刚经，所以他根本就改头换面了，改了宗派，没那个意思，没那回事。楞伽经的精神就是强调直接实践的精神，这就是慧能的精神。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后面会看到很多这样的句子。好，第二个最重要的是金刚经。坛经里面也 提到慧能自己听人家读金刚经就了解，弘忍最后跟慧能再讲一遍的也是金刚经。而坛经里面直接说金刚经是最上乘的立根器者的说法，如果是顿根的话，听金刚经没有办法接受，立根器者听金刚经可以接受。好，金刚经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佛经的观点呢？那坛经里面慧能说我有无相颂，无相金刚经其实就是讲无相，讲无相的意思就是
我们接着楞伽经，你要直接做，你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做各种各种的这个行佛之习。但是呢，坐而无坐相，布施无布施相，功德无功德相，成佛无成佛相，这才是真正的成佛。所以《金刚经》不断的讲，佛说什么即非什么，是为什么，就是什么都是，但是你不要着相，着相就不是，不着相才是。所以是而不说才是是，是而又说又不是，就这样。所以《乐金刚经》也是要讲不说，不说就是无相，要强调那个无相，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不要着相，一切有为法，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这是般若。然后呢，我去做功德，我去修行，我去布施持戒，一样无相，一样不要着相。所以金刚经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不断地破相，就不着相，无相。六祖慧能会六祖坛经也非常精准地掌握金刚经的这个精神，然后呢直接的去做这个修行的工作。所以讲南宗禅，讲禅宗，讲六祖坛经，这个楞伽经的直接实践跟金刚经的无相实践，两个都是他的经典的依据。而慧能呢，当然是有大智慧的人，贯彻了解，那么因此发挥这个精神，用更切合听众了解的语言，那么更精准地做一个结合，所以一听就明白，明白了就很容易操作，容易操作，认真操作，就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所以南宗禅最后遍天下，影响非常广大，也可以说观念的理解跟传播是一个很长的历程。好的观念要讲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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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大人小孩大家都明白了，那个效力，那个宣传的效力好像爆炸性一样，一下子大家都了解，很多人因此都能够得法得益。好，那么这个坛经啊，禅宗毕竟是佛教，佛教当然是宗教的东西，不过对于现代人而言，在日常生活上，这样的一个禅宗的生活智慧宝典，一样对现代人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坛经依据金刚经也好，楞伽经也好，也可以说它依据整部的这个佛教的大小圣所有的经典，要进入那些大小圣所有的经典的义理的世界，那是非常深奥的世界。佛学可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也愿意这样承担这个责任，人类文明史上最艰难的一套学问，而且从原始佛教、大乘佛教，整个所有的经、所有的论理论结构起来，成为一个大的理论体系。整部西洋哲学史是剪刀不断的切断，亚里士多德把柏拉图切断这样子，笛卡尔、斯宾诺莎又把前面的东西切断，康德呢又把笛卡尔、这个培根切断，黑格尔又把康德切断，马克思又把黑格尔切断，这样子。整部西洋哲学史并不是一套学问，而是一家一家的哲学理论。但是2000年的佛经、经律论等等，是一整套学问。所以呢，要从理论的进入去了解它，那是一个太艰难的任务。但并不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没有机会得到它的智慧的好处。我的意思是说，现代人在生活繁忙之余啊，不一定要信佛了，也不一定要这个了解佛教所有的理论，但是呢，六祖坛经这样的一部非常具有实用性的智慧宝典，那么如果能够掌握到其中的一些巧妙的智慧的话，对我们日常生活
是非常有大帮助。好，那么我的规划是这样，因为六祖坛经的文字啊清新，然后呢这个易懂，那从头到尾呢东西很多，虽然根本的宗旨就是一条直接实践啊，那么不要执着不二法，但是呢好多个章节下来其实有非常不错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的计划就是顺着一章一章一品一品的来跟大家做一个文字的解读啊，因为我自己读这些文字我自己也很愉快这样子，那我也可以得到好处，所以很乐意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我们就进入这个文本啊。好，再补充一点，就是它有不同的版本，然后呢这个我觉得多少都是一些文字的修饰啊，它并不是什么义理上面的出入，只是要让这个文字或更通顺这样，但也不至于因为使它文字更通顺就改变了它的基本立场，没那回事，没有那么严重。好，那这个我这个是网络上抓下来的这个一个版本啊，来之前没有特别去查这种到底是哪一个版本，但几个版本其实意思也是差不多。好，那我就顺着这个文字来介绍给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课哈。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六祖坛经自序品》啊，自序品又叫做《行有品》第一篇这个开始。大师至宝林啊，某一个地方地名，韶州为刺史与官僚入山请师啊。那么到请慧能出来讲，出来这个开示，在大凡寺的讲堂，那么为大家开元说法。师生作次，刺史官僚30余人，儒中学士20余人，僧尼道俗1000余人，那就1000多人的一个讲会，同时作礼，愿闻法要。大师告众曰，好，他就开始讲了。善知识，各位好学的朋友们，菩提自性本来清净，那这个是等于说就是如来藏思想的一个基本的立场。那么在佛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唯识学就没有这样的立场。好，那么那个本来清净的智慧来自于无漏种子，那么无明染污欲望牵染的来自于有漏种子，那么你得的是无漏种子还是有漏种子，这没有必然固定的，所以若无无漏种子，那么就不可能有内在清净的自发的智慧。那么这样的一个理论呢，在如来藏系的思想就以它做一个改变，就是无漏种子是众生都有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菩提自性，菩提就是觉悟智慧，它是我们的本性，本来清净，每个人都有。好，但用此心一直操作，直了成佛，但是我们不见得会用，所以慧能来教我们怎么用。听慧能行游得法示意，接下来他就是要讲一段他自己求法得到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当然可以说是经过这个神会啊，这个禅师他的这个美化，或者是有一些加工，但是这不重要啊，无所谓。这个他就是一个传在禅宗内部啊传统上接受的一个过程。那这里的过程里面，我觉得需要修饰的就是对于神秀的一些贬义的词语。神秀也是大和尚，我们也应该对他几乎是一样等同的敬意。那文字当中的那些部分，那我们阅读的时候不必太在意，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过程，我觉得都是建立了一个
禅宗门下啊对于慧能形象的认识的一套历史。好，本来的籍贯在范阳，那么左将流于岭南，对，到这个地方做百姓。那么父亲很早就过世了，只剩下母亲，又到了更远的地方，那么过着清贫的生活，就是上山砍柴，然后到城里头去卖柴，拿一些钱买一些米过日子。好，有一个客人来买柴啊，让我把这个柴送到他们家里头去。那么拿了钱以后呢，听到另外一个人在念诵一段经文。那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金刚经》啊。那《金刚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句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什么等等这些句子。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已开悟。所以慧能是有宿慧，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再来人。可不可以请问在座不是再来人的请举手，竟然没有人举手，所以我们大家也都是再来人。只是呢，这个要会什么都要下苦功，那要做很久的努力才会呢像慧能这么有智慧这样。所以他一听《金刚经》的这个句子就开悟，问你读的是什么经典，说是《金刚经》。哦，你从哪里得来的这个经典呢？齐州黄梅县东禅寺五祖弘忍大师在那里主持事务，那么教化众生，有1000多的这个门徒跟他在那里学佛。那么我在那里听到了这个经啊，那么我就没事就念念这部经这样子。大师常劝僧人以及居士啊，凡夫但持《金刚经》自见性啊，直了成佛。那《金刚经》其实是这个大乘经典里面算是比较后期的经典啊。我刚刚讲就是说，《金刚经》是给立根器的。那我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金刚经》是就修行过程当中，当你达到了修行的高度成就了以后，在那个成就的境界的状态下，你的行为模式做一个展现。所以它并不是像孔子所说的啊，吾少也见故多能避世啊，吾时有吾而志于学，下学上谈，去人欲存天理。在初步的修行过程应该做的种种的功夫去讲那一些，不是的。金刚经讲的是你已经做了很多的实修功夫，最后要印证你的功夫是否达到境界，那就看你是否着相。所以基础功夫都做了很多，但你是否执着自己的功力深厚，所以要无相。所以《金刚经》呢是境界展现，功力已达最高境界，而不是初级做功夫的阶段。初级做功夫成分治愈，去人欲存天理，下学上达，按部就班啊，守戒律苦行，这些都经过了，达到了一个高境界的时候呢，你是否执着自己的境界，最后就要化除这个我有功德我有境界啊的这个杂念妄念，最后的一念化除，这是金刚经针对立根器者的功夫。好，所以这是金刚经的这个背景。对，很多人读但是不解其意啊，读了而能够照着做的话，直接就是以最高境界的功夫来做修行。慧能呢再来人速会，所以听了就这个明白。好，这个慧能文说啊，因为他素习有缘，所以呢这个素习有缘啊，就是上辈子结了一些善缘，当他动了这个念头，正好有人给了他一笔钱，那么不如你就去弘忍啊，
祖那里去学他的东山法门，那么我给你盘缠资助你，令取银十两与慧能，令充老母一两，把母亲安顿好，便往黄梅参礼五祖，能安置母婢，即便辞为，不经三十余日，便至黄梅礼拜五祖。好，前面这段过程当然应该还有很多故事，好，那么就简单交代过。然后呢，精彩的就开始，见了五祖，汝何方人？欲求何物啊？你是哪里的人？那么你想要什么东西呢？我是岭南新州百姓，来这里礼拜师父您，唯求作佛，不求于物。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客气，这样子，像我们都会就是说比较客气一点，来学习这样子。不是的，他是来做佛的。那佛是统领大众，人天导师。问题是佛法就是众生法，众生皆可成佛。法华经就讲，所有修行最后就是一圣成佛，不停留在声闻，不停留在缘觉，所以学佛就是一圣成佛，最终目的本来就是这个。如果不是以此为目的，其实从中国哲学的角度，你也不必要学佛，你学儒家就是一个好人，很有用，学道家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会很快乐这样子。那要学做佛，那是这个很常识很常识而且最艰苦的工作。所以如果不是有点狂妄，想要做别人的这个导师的话，其实通常不会这样讲。但是慧能这样讲当然不是狂妄，而所以他明白，他了解他应该是个再来人，知道这个最终就是这个目的，而且呢他似乎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唯求作佛，不求于物。汝是岭南人，又是葛僚，葛僚就是难听的这样子。若为堪作佛，你怎么可能作佛呢？慧能的回答，其实这也是一个讥讽了，不是说五祖弘忍会狗眼看人低啊，那也不至于，这就是一个讥讽这样子。那这个讥讽呢，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佛性如南北，有男人女人，北方人南方人，黑人白人等等，但是佛性呢，对所有有情众生是平等的。葛僚僧与和尚不同，但佛性不可能有任何的差别。这跟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我固有之，这个仁义礼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端心人人都有的意思是一样的。好，五祖更欲与且见徒众总在左右，乃令随众作物。这里头这个神会就安排了一些故事的情节，非常非常紧张，非常非常刺激，里面有很多神秘的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文学的这个笔法，写不写不是重点。那写了的意思就是说，师徒两人这个讥讽太深了，旁边人也听不明白，听了呢也可能胡思乱想，不如呢就不必继续讲话给别人听。我们有时候我跟你讲话，但我不是讲给你听，你也不是讲给我听，我是讲给旁边人听，你也是讲给旁边人听，所以你扮演我演戏的对象，我也扮演你演戏的对象。但是这个师徒两人显然讲话不是要讲给旁边人听，是自己要对谈的，那就觉得旁人听了可能会产生其他没有必要的这个想法，譬如说旁人可能会说，弘忍根本就瞧不起师父，根本就瞧不起这个葛僚这样子，或者呢这个慧能这个南方来的这个行者，这个非常的傲慢，说是来做佛的。所以从一些分别的角度，有分别心的角度，有执着有傲慢轻视别人的角度来听这个谈话的对话，其实都会产生许多额外的
无谓的一些杂役出来。好，所以就不谈了，就乃令随众作物啊，那你就跟大家一起这个从事一些该做的寺院的一些活动。好，那么慧能曰：“慧能起和尚，我想要请问师父，我自己自心常生智慧，就是我常常直接理解一些事情，那么而且我了解这些都是从我自性本性自发而生的，不离自性即是福田。好，为审和尚教作教作何物？”这个慧能弘忍放了慧能一马，就是我们先不要讥讽，但是慧能没有放了弘忍一马，慧能又在讥讽，因为弘忍要慧能随众作物去做一些事情。慧能的意思是说，学佛成佛这件事情就是自心的智慧无分别心的流露发露，而不是透过念经扫地打坐捐钱这些事情而成佛的。所以慧能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啊，这就是福田。他要学的就是直接做佛，那么心清净不起分别心，就是在佛位。那么做其他的作物呢，反而是向外求法。不审和尚教作何物啊，那这个弘忍就也是听明白，反正这都是这个讥讽的对谈。我们再看其他更多禅宗的师父弟子的语录，那么这种讥讽呢就更多啊。所以他也是后来禅宗语录体讥讽的这个开始，这个作品的开始啊，《坛经》就有这种讥讽的格式。这葛僚根性太利啊，这个汝更污言，看草场去，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到工作的地方去啊，到这个工作室去啊，到那个地方找一些事情做。好，慧能退至后院，那么有一位行者修行的人就叫他砍柴踏锥啊，那么经过了相当的一段时间，八个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好，主一日忽见慧能曰，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往来啊，都没有来往，反正个人有个人的事，反正慧能已经在这里住下了。弘忍呢每天讲经说法，带领弟子非常的忙碌。有一天来跟慧能讲话，吾思汝之见可用啊，我知道你很有悟性，那么已经明白了很多道理，我毕竟是带领很多僧人，这些僧人呢志于不等，每个人心呢这个清浊不一啊，所以呢我在跟你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啊，要稍微有一些谨慎，否则我弟子里面或者是这个俗家弟子里面啊，这可能会有人会对你刮目相看，那么我毕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人家如果认为你受到我特别的注意的话，那么也会特别的注意你，这样对你来说呢可能会制造一些无谓的麻烦，恐有恶人害你，遂不与汝言，所以我不跟你，所以我就没有跟你多说，好，反正你自己明白，那么自己找事做，自己体会，在生活当中自己开启自己的智慧佛性，这就是最好的修行。除非不知道道路，才需要听我讲经说法指点啊，对答等等，那我认为你自己可以，所以你自己好好修行，没有来多跟你谈话，我的用心你了解吗？慧能说，弟子一知失意啊，不敢行至堂前啊，令人不觉，所以别人没有察觉你所教的东西呢，其实我了解的最深刻。那么
弘忍的弟子神秀后来就被带到京城，那么做帝王师，得到非常大的权力，影响力不是权力，那么也使得弘忍东山门下的禅师呢，在各个地方都受到礼敬。对于学佛者而言，他只是学佛而已，但对政治人物而言，这都是政治影响力。至于对于其他的百姓、群众、世俗中人而言呢，这都是权力加上利益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和尚虽然只是在修行，甚至不依王室这个佛法能力，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呢，却必须对宗教保持一定的约束，讲白就是约束，就是不能够让你随便乱讲这样子，不能够让你成为抵制王权的民间力量。所以呢，我可以把你放在身边，高高地捧起，我捧你，那么也等于你肯定我的政权合法性。所以从政治人物的角度都会这样处理这个事情。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从出家人的角度，从宗教师的角度呢，这就是人间道场，所以我必须如此应对进退。但我要的不是人间的权利，否则就不必出家了，否则就不必这个做佛弟子，只是人间现象如此，因此必须保持一定的这个互动的关系，就我跟你有关系，那么我就可以继续弘法。好，主一日换这个诸门人总来。那前面的，反正前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虽然我们是出家修行者，但是呢，因为对社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力，所以呢，这个影响力要掌握在关键的有智者、得道者的手上，才不会滥用、乱用，或者是坏了佛法。那么，因为你是一个人才，所以我特别要保护你这个人才，那不跟你做更多的互动，免得引起别人的这个注意，那么妨碍了你的修行，或者对你产生一些损害。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这样冷淡对你的苦心，带着这个意思。好，那么这一回合就结束了。再来一个新的这个故事，这就是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那两个记文的这一番这个历程。换诸门人，大家都过来，我跟你们讲，每个人都有死亡的一天，生死事大，我总得面对这一天。那么那一天来到了以后呢，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僧人，以及这一个传法的事业，总要有人继承。所以呢，我希望能够看看你们谁最有智慧，能够继承我的衣钵。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是得到真正的智慧的佛法，不求出离生死苦海。学佛就是最重要解脱，脱离生死苦海，并且呢带领他人解脱。但你自己必须有智慧，你才有可能解脱。然而呢，自性若迷，福何可救？如果你没有开智慧的话，你光求福田，福田没有办法让你解脱生死。好，福田是什么呢？福田就是做好事，捐钱，帮助别人，得到好的名声，获得好人好事的代表之类的。年度好人好事奖第一名，哎呀，我只有得到第二名，真是太可惜，下次要再努力拼第一名这样子。这就是福田，可以说是有目的的这一个做好事，就跟梁武帝一样，这不是最高的境界。终日只求福田，其实是自私自利，只为自己，而没有看清生命的本质、智慧的本质，而且也没有搞清楚最终要了生脱死，否则呢还是继续轮回，没有彻悟。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去做一下反思，你体会到的佛法的智慧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记，来成汝看。啊，佛法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改变目前所有错误的认识，所有错误的认识见现象就产生了是一是二，是大是小，是来是去啊，是生是灭，是有是无，是大是小，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种种的分别，这些都看错了，都是执着，都是边界。所以佛法就是不要有这些错误的认识，不要有这些边界啊，就是直接看到事物的本质，那个般若之性。那你们每一个人啊，都写一首诗过来，写一首偈文过来，反映你们的体会，让我来看看。若悟大义，复如依法，为第六代祖。啊，那胡适考证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复依法做主的这个事情啊，一代一代的作为这个禅宗的祖师哈，甚至可能是后人把它安上去，把那个族谱建立起来，往上串串串串到达摩祖师这样子啊，弘忍传法是真的，那么神秀也是真的啊，慧能也是真的，但是呢，这个传承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并不是一代一代用一个袈裟这样传下来啊。后来到了这个令狐冲的师父啊，那个什么故事啊，笑傲江湖好像也有一个袈裟这样子，总之那个是假的。好，这个其实不是也不重要啊，重点就是这个弘忍要大家反映自己修行的境界。若悟大义，复如依法，为第六代祖啊，火急速去。讲完了，你们回去立刻写，不要多想，不要上网查资料，不要翻字典、翻参考书，不要抄袭。啊，也不需修饰，就是你现在的境界。你修饰的再多，体悟的境界没有打开，还是一样。所以你怎么想的，就把它写出来。不得迟滞啊，思量即不重用，是看智慧的。啊，你没有那个智慧，你做再多的文字的修饰也是没有用的。见性之人，言下须见。就是你当场就是明白，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而见之啊！啊，如果明白，那个智慧始终是打开的。就算此时此刻正处于跟人家啊刀来枪来这样杀动刀的时候，那么危险的状态，你智慧的清明还是脱口而出。好，众得处分，众人呢得到师父这样子的任务的指派。啊，退而递相谓曰啊，他们大家不断的在讲说，哎呀，其实我们这些人啊，也不需要花心思认真想要写这一篇偈文拿来给师父看，没有什么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班长，我们的大师兄神秀上座啊，他本来就已经是助教了，帮老师来讲课给我们听，所以以后呢，老师的衣钵一定就是传给他，必是他的。我们这些人啊，那么写了这个偈文，也是枉用心力这样子。所以各位朋友，什么是众人？这就是众人，没有主见的人，没有自我期许的人啊。意思不是说非要你去这个抢衣钵不可，而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智慧，叫你讲你的智慧拿来听，结果你就想到权力的事情上去，抢到成功与否的事情上去，而没有想到老师愿意看你的论文帮你修改一下，这是多么好的成长的机会。哪怕写的不够好，被老师修改一下，也能够立刻很快速地提升。就光想我的东西不够好，也不会是第一名，代表本班去参加论文比赛，所以我写也不用写，丧失了学习的机会。众人之所以是众人，就是这样，老师讲什么就是不听。其实老师讲你就是写，
他们就会想很多，然后就是不写，而且找到不写的理由。好，所以各位朋友，老师讲什么就做就对了。那不做就是多心，多心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好，所以从头到尾就两首祭文，一首神秀的，一首慧能的。神秀思维，诸人不成祭，为我与他为教授师啊。别人都不写，因为我已经当助教了，所以我必须写，拿给老师看。如果不写给老师看，老师怎么知道我的理解的程度的高下呢？而且呢，我把这个东西送上去，其目的是要追求开悟，追求智慧，并不是想要当这个衣钵传人。如果是那样，我是为了权力而来，那我跟凡夫俗子为了争夺权力有什么不一样呢？不过我如果不把我的想法写出来给老师看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确定我的理解是不是符合了老师的标准。所以呢，这个思量来思量去，觉得非常的困难。好，这个过程是神慧和尚写的，谁晓得神秀有没有这样想，总之是他的文学的笔法，我们看看就好。如果以后自己要编剧本的话，这是很好的笔法，但历史上是不是这样，神秀是不是经过这些，我想那就不是重点了，这只是一段文字，看过就好。好，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间，有三个这个走廊长廊，那么有墙壁，那么想要请这个供奉炉枕来画楞伽辩经像，所以楞伽经本来就是这个禅宗的重要的经典的依据啊。辩经像就是把经典里面所写的思想或者所讲到的事迹以图画的方式呈现，这样子。所以熟读经典的人在看到这一幅图画，就可以顺着图画又把经典里面的意思讲出来。所以就是经是文字，那这个像呢就是图画，画的都是经里面的故事。所以我们去敦煌看壁画，那都是画的佛经里面的这个故事，这样子。五祖血脉图，那就是这个达摩二祖三祖四祖五祖，这样五祖血脉图的这个传承流传供养。好，本来那个走廊的墙壁要请画家来画这个东西，神秀既做成了以后呢，好几次都想要拿给老师看，但是呢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泥成不得，泥成不得，就是又怕写的不好，这样子。前后四天总共去了13次都没有这个都没有真的把它送上去，因为当时有录影机了。后来这个神会就看录影带就知道总共靠近了13次，这样子。秀乃思维，不如向廊下著书，我不要送上去好了，干脆写在墙壁上老师看到了，如果觉得很好我就跳出来那是我写的，如果觉得不好我就躲起来就算了，这样子，不知道谁写的忽若道好，即出礼拜，说是我做的，若道不堪，我真的非常惭愧在山中这么多年，也受到这么多学弟们的尊敬，我还帮老师带他上课，受人礼拜，我到底在修什么道？我觉得非常的惭愧，这样子就其他的就不敢说了。这样好，当天三经不使人知，自己拿了灯，那墙壁上把他的祭文写下来。身是菩提树，菩提就是觉悟的智慧本心，心如明镜台，明镜也是一个这个智慧的意思，就身心就是一个智慧的主体，那这当然是众生皆有佛性的意思。
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因为这个达摩二入四行，理入行入，理入就是讲，众生都有佛性，为客尘所染，所以才不能够这个彰显，所以能够把这个客尘擦掉，那么佛性就能够开显。那么透过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乘法行，这四行，那么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实践。其实讲佛教的修行理论，其实最简单就是达摩二入四行，尤其是那四行，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乘法行，就最简单最清楚的修行。报怨行就是碰到坏事当作上辈子自己做坏事，所以就不要抱怨，也不要报复。随缘行就是碰到好事当作自己上辈子做的好事，没有什么好兴奋，我这辈子还没开始做好事，所以不要因为突然来的好事就不再努力了，守株待兔这样子。在树下碰到一只兔子冲过来撞到树撞昏了，刚好把兔子拎回家晚上宰着吃，这样以后每天就守在树下看还会不会有兔子冲过来，守株待兔。碰到好事情然后就觉得我不必再努力了，还会继续碰到好事情，你要把它当作上辈子做的好事，不是你这辈子做，你这辈子还是得继续积福的，所以叫随缘行，无所求行，做你所有本来该做的事情，但是不要祈求额外的金钱、名誉、财富、地位，无所求行，做我们本来该做的事情。最后乘法行，乘法行就是勇猛精进地做一些更积极的事情，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多做一些行佛的更积极的事情。所以其实讲佛教的修行的方法，这四行我觉得是最清楚的一个，结合整个佛教的轮回的生命观和般若智慧修行的理论。好，那么这个偈文其实跟达摩二入四行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发展下来的。好，理入行入，身心是菩提智慧，那么客尘所染，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凡夫俗子都有种种的欲望牵染，就是那些尘埃，意识到了就把它剔除掉，时时勤拂拭。好，秀神秀写完了以后呢，回到房间，没有人知道，他想老师明天看记，高兴就表示我有缘，如果觉得很烂，那就表示我的智慧不够高，宿业障重啊，不合得法，禅宗怎么样都是佛教的宗派，是佛教就有轮回的生命观，轮回的生命观就有因果业报轮回，对，宿业障重，这都是佛教的生命观的一个基本的知识。圣意难测，用这四个字实在很不好，把佛教徒师父弟子的关系当成了政治体制内军威难测、圣意难测跟臣下的关系，所以这个是这个神会禅师用了自己用了太多政治性的思维来讲这个故事。房中思想坐卧不安，直至五更。好，足以知神秀入门未得这都是这个谭经的作者写的那历史上的事实是怎么样，其实不得而知所以我就说在读谭经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开始的这一部分，对神秀多所贬义的这些文字我们看看就好。好，不见自信，天亮了以后呢，叫卢公凤卢真来，本来要他呢去画经变图的，结果呢却看到这个有两句偈文，所以呢就叫他，那你先不用画了，不好意思让你跑这么远跑来一趟这个偈呢，但留此偈，
与人诵持，让别人来读、念、背诵，照着做，依此即修，免堕恶道。依此即修，有大利益啊！本来也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各位朋友，基本上就是顿悟渐修，渐修永远是该做的，但是达到最高境界是顿悟的，这样子啊。所以渐修本来就该做，没有渐修又何来顿悟呢？而且顿悟呢，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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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所以渐修呢才是真实的例子啊。修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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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境界不断的提高，其实是这样子的。好，令门人住香礼敬，敬诵此偈，即得见性，就能够自己呈现自己的不二法门，般若佛性智慧。门人诵偈皆叹善哉，真是一句好偈文呐、啊！祖三经换袖入堂啊，这是白天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晚上呢，把神秀叫进房间里来，问他是你做的吗？神秀说：“是我做的，不敢妄求主位。”啊，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是不是有一点点智慧。五祖说：“如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好，当然这是神会说的。那我要做一个说明，就是我们待会看到慧能的那个偈文，叫做境界功夫。我们看前面神秀的偈文，就是入门功夫。这样来分这两段偈文，它的功能都很清楚，而且都是好的东西。那么入门功夫要讲，境界功夫也要讲。讲境界功夫呢，也得你实际的达到那个境界啊。所以理论上并不是境界功夫高于功夫入手，高于入门功夫，理论上各有各的角色。至于谁在境界上达到了最高境界啊，那么这又是另外一回事，要用另外的方式来解证。但是仅仅从这两段偈文来看呢，慧能呈现的是境界功夫，神秀呈现的呢是入门功夫，好，有差异无高下，无需区分高下。好，那么这一段文字呢，这个也是看看就好。有弘忍认为，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如此见解密无上菩提，最高的觉性智慧还没有到，因为这是入门功夫。无上菩提最高智慧呢，言下是自本心。我前面讲楞伽经自证圣智境界，那就你自己要修行证入那一个状态啊，是自本心，自证圣智境界，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幻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好，各位朋友，这些话很清楚，很抽象，也很迷糊，他究竟在说什么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后面慧能的谈经的文字有一些更白话的修行的方式的句子，看到那些白话修行的句子，其实就会明白这些抽象的句子具体上怎么操作。那现在讲的就是般若的智慧，般若智慧就是你看社会外在现象种种好坏，不必起分别心啊。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就是平常心本心，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这个执着，没有这个愤怒啊，没有不满，没有纠结，没有这个惭愧，没有傲慢，那就是清净的本心的智慧。好，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若如是见，才是无上菩提之自性。弘忍这话平常没说过吗？平常说过，肯定怎么说都是这些话，但为什么弟子不能够体会呢？是因为还有太多的个性意念上的杂染执着啊，像前面那些其他的学生听老师要传一波
就想说一定是大师兄拿到的，我们不必去写，这些就是自己的杂染执着，就是这些东西太多了。所以呢，听到这么清楚而又简单的话，还是没有办法操作。所以重点不是你是否听到了清楚正确的佛学智慧的观念，重点确实是但你有没有去做，去做你的态度就不一样。好，所以楞伽经讲自证圣智境界，第一义不可说，要如实法。金刚经讲的是那个最高境界的状态是不二法门，是无相。楞伽经讲的是就是要去做。好，这些话弘忍都说了很多遍，但是就是没做。如且去再想一两天，再写一篇来，如果还是这个能够入门的话，那么复汝依法啊，说的好像一副神秀很想要拿这个东西的啊，那这都是一种权力的这个交接的思维啊。那么一个大和尚接另外一个大和尚的衣钵啊，那个都是千斤重担压肩头，不是大丈夫承担不起啊。但是呢，不是大丈夫的都很想承担，但是拿到了以后呢，实际上是承担不起。承担不起以后呢，就是种种难堪的。那真正的大丈夫呢，有衣钵没有衣钵，承担就是承担了。好，神秀坐礼而出，好几天都写不出来啊，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好，这段我们读过就好。因为事实是怎么样我们根本不清楚。过了两天，有一位小朋友经过聪明房啊，就是那个工厂这个劳作的这个空间工作室，唱诵神秀的祭文，慧能听了啊，便知此祭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示大意，遂谓童子曰：诶，你在念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啊？童子就跟他讲说啊，你这个葛僚，师父跟我们讲生死事大，想要传复依法，令大家作记来比较一下，如果得到智慧的话就可以做。第六组，神秀上座于南廊壁上啊，书无相记，大师令人接送，依此即修，远堕恶道，依此即修有大利益啊。就讲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慧能说啊，慧能不是说慧能不是说小屁孩啊，慧能是说上人这样子。我此踏追八个余月啊，我在这边磨米八个多月了，都还没有到钱塘去，那希望你带我到那个钱塘的走廊，我要向这四句祭文礼拜啊，表示恭敬。好，童子就引至祭前礼拜。慧能曰：我不识字，请你再读一遍给我听好吗？这时候刚好有一位张日用先生啊，高声读。慧能这个听完以后，我也有一记，您可不可以帮我写在墙壁上，别架，我不知道别架是什么样的这个头衔，总之就是某一个人，如意坐记，这是世上少有，非常稀奇哦，你这个看起来看不起眼的人，你也有诗可以呈现吗？慧能向别架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为什么不得轻于初学呢？第一，轻视别人就是起分别心，肯定不是有高智慧的人。好，第二，没有什么初学后学，每个人都是再来的，宿世的这个聪慧无分于男女老少，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很高的智慧，不要轻视初学。下下人指的是社会地位上的下下人，有上上智，就菩提心佛性而言，
根本无分于社会地位。啊，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呢，上上人有莫意志，他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智慧。如果你轻视别人的话，就有无量无边的罪过。好，别驾言，那么你就说吧，我替你写。如果你所说的东西真的是得到了智慧啊，得到了这个开悟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开度，你一定要救度，希望不要忘了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约定。好，菩提本无树啊，明镜亦非台。那一个绝对的清净的佛性，它并不显现为任何世俗的样态，譬如说树或者是台，譬如说科长或者是局长或者是班长啊，或者是什么什么长之类的，不显现为任何世俗的名啊位样态。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们有喜怒哀乐爱物欲种种的苦恼，都是因为我们把日常生活周遭来去变换不停止的现象给了他感受的意义，对他采取了感受的执着，所以有快乐痛苦骄傲啊，这个惭愧等等的感觉，这些都是多余的自找的，本来都没有这些感觉，来来去去现象的集结而已啊，顺着这个因缘来去，天下本无事啊。在因缘来去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说好，一定要说坏，一定要拿起，一定要丢掉，才产生种种的苦恼。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我们菩提智慧清净的自信，就是看天下事来来去去，然后做我今天该做的事，做我明天该做的事，是不会有苦恼的。所有的苦恼甚至业力都是自己执着的结果，本来没有那些东西，自以为，所以惹麻烦。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书此记矣，徒众总惊，大家都非常的惊讶，因为境界太高了啊，不必皆讶，各相未言，其呆啊，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时，搞不好他是一个肉身菩萨，就是极身已经达到了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只是呢以肉体凡胎的身份在人间行走，来教导我们，向我们开示。好，我再说一下啊，这个有没有菩提呢？当然有啊，菩提本无树，好像说的没有菩提，意思不要执着。对，有菩提，也有智慧，啊，也有布施，也有功德，也有成佛，什么都有，只是无相，不要执着，能够无相，不执着，功力就达到了最高境界，所以叫做无相寂，啊，所以叫做无相境界，所以我说呢，它是在境界上展现。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慧能。升堂说法，说法的内容都是出家人平日早课晚课的时候在念的一些简单的句子，那么慧能不是在说明这些句子的知识上的意义，而是看到这些概念这些句直接就告诉你怎么操作啊，而且这个操作呢，不是告诉你去人欲存天理，下学上达啊，由下往上的这种操作，而是直接在最高境界的功力展现上是该如何操作。所以我就说，知识往功夫上说，功夫呢往境界上说，境界呢在最高证悟状态中，就是自证圣智境界，那以后的自然流露，达到了最高境界，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好，所以你叫我牛我也说 yes， 你叫我马我也说 yes， 你叫我科长主任总统我也说 yes， 但是你
你心思没有那么好，你心思想的都是猪牛马，所以你喊我猪牛马，我也说 yes， 我就不起分别心跟说。好，那这就是境界功夫的展现的方式的这个语义的表达。好，五祖弘忍见众人惊怪啊，恐人损害，损害什么呢？这就是神会和尚的政治思维的文学语言又跑出来了，遂将鞋擦了髻啊，意味见性，还落下一句话啊，这样大家就会觉得说啊，那个葛娘也没什么了不起，所以啊，不必觉得他很了不起这样子啊，他也不可能得到衣钵这样子，得到传法，众以为然啊，大家都觉得就是这样，根本没有见性。所以大家就开始说他为什么没有见性，就讲出了108条没有见性的理由啊。所以各位朋友，随便写作文是很容易写出来的。好，次日足遣至追访，见慧能绑着石头在那边冲米，就跟他讲，求道之人未法忘躯，当如是乎啊。这个呼应该是这个惊叹号，应该不是问号。未法忘躯，当如是乎？你在聪明这么认真，就像我们求道也应该是这么认真。来问曰：米熟也未？你聪米聪好了没啊？慧能说：聪好了，但是呢，还欠筛子筛一筛，把那个壳跟那个米给它分开来。犹欠筛在，就等师父您来印证，意思就是这样。足以杖急追三下而去，啊，咚咚咚的，就两个人也没多说什么，他们那时候有密码就对了。慧能即会足意，三股入室，然后呢，足以袈裟遮住，不让人家看见他们两个在里面谈话。这个未说金刚经，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看到任何现象不要去起善恶美丑好坏啊，这个种种的分别心，还是做你平常该做的事，念头不受到外境干扰，那么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最后完全清净，没有任何外物的杂染啊，那么佛性可以不断的开显，修行的境界不断的提升。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的意思是，我不是要去被谁印证，我也不是要买到什么东西，我也不是要住进什么房子，我也不是要获得什么主管的位阶，这些都是心外求法。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就是在我自己的主体的智慧的理解的状态里面，我可以得到真正最高的境界的佛法。这样子，不离自性，他就理解了《金刚经》所说的东西，就是主体自己修行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好，遂其一祖曰：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好，何其自性能生万法，本来就是清净的，现象当中的生灭都是无常来去，没有真正的受到伤害事情发生，好，或者我的荣誉被别人剥夺的事情发生，都没有真正的这些意思，都是来去变动不拘，我自己妄想执着才以为我得到了荣誉或失去了荣誉，所以没有这些生灭，本来就具足，不需外求，外求就是总统府发一个包养令，你呢修行境界天下第一，然后你就很高兴这样子，那这个包养令可以去卖美金10000块钱之类的，那就是心外求法，本自具足，就是生命主体
楞伽经再讲一次，自证圣智境界，而不是社区好人好事代表、总统府包养令，而不是这些东西啊。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你是会动摇的，可是那是在迷染状态中的你。至于你那个佛性的智慧，它还是原原本本毫无亏欠地在那个地方，只等待你自己把它打开而已。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能生万法应该把它解读成就是说后面还有一部另外一部经典《大乘起信论》，心真如，体相又大，可以有种种不思议功德。这个自信呢，只要你打开来运用，那么可以让你破除迷障，破除痛苦，破除无明，而产生种种的功德智慧，能生万法。所以看你能不能够把它打开来用。好，组织悟本性，就跟慧能讲，因为慧能跟师父报这个回报说啊，我们理解了，自信本来清净，本不生灭，本来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那么弘忍就了解，他已经得到了，就说如果不是本心，学法无益。各位朋友，什么是是本心？我简单的讲，就是说要做到才算。如果说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慧能也知道，神秀也知道，神慧也知道，谁谁谁都知道，反正课本上都这样写，有谁不知道呢？一加一等于二，谁都知道。这个良知良能我固有之，这句话读过了就谁都知道，众生皆有佛性，读过了就谁都知道。关键在哪里？楞伽经讲的它是言说法，不是如实法。如实法呢，是你已经在做了，那是说通，不是宗通。宗通就是第一义不可说，只是在做而已。而且呢，自证圣智境界是你在做，不是别人在做。所以不是别人学佛学得不好，这件事跟你无关，是你学佛学得好不好。自证圣智境界不是本心，学法无益，你没有自己处理自己啊，没有自己修理自己，没有自己责备自己，没有自己要求自己，学法无益。像我现在讲给大家听也没有，对我来说也无益，除非我自己修理我自己才是有用的。这样子，若是自本心，见自本性，那就是能够直接呈现，才是大丈夫天人师佛。总之呢，是自己要做的。你看到了再多的别人的没做好，都不等于你自己做。你说了再多的告诉别人的该怎么做，还是不等于你自己有在做。至于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呢，是不是用说给人家听的，是你正在做，而不是你一直在说。好，三经受法人尽不知，遍传顿教及衣钵，衣钵也给他了，袈裟还有那个钵都给了他。汝为第六代子，善自护念，广度有情，留步将来，无令断绝，听无忌约。这段文字呢，当然在文字上就确定了这个慧能是第六代子。不过这是禅宗的这个禅宗的这个法脉传承，我觉得这些事情呢也不必太在意。这佛法都是不二法，这些都是模仿模仿那个帝王秦始皇二世三世四世五世，这样都是在模仿这些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语言。特别是佛学其实是不需要这些的那当然我的意思是说，佛学不是没有典范，当然有典范，可是呢去强调这些呢，毕竟是着相的东西。但是呢神会要确立这个南宗禅顿悟法门的最高境界，
的这个佛学的地位，所以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说明。我也不是要去这个说禅宗没有这回事，我只是要强调这是文学的笔法，但这个东西呢，有写没写，有说没说，其实无关乎禅宗的理论的真相、智慧的内涵，以及它确实有影响力，而且呢，它达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修行上面的一个成效。好，同仁就给了一段记文：友情不是水下走，来下走。最后这有错字，刚刚没叫到。友情来下走，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友情来下走，一切众生都是友情众生，有感官知觉，但是执着了就迷惘，就轮回。好，那么自信清净了，那就智慧。那么即现象即佛，即烦恼即菩提。所以看你是不是执着，还是这一个清净而已啊？因地果还生，总之有种种的机缘，而有了这个生命的历程。那么就看个人自己的修行。好，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这就是讲《金刚经》的无相境界啊。有情是说有你这一个生命体。无情是说你这个生命体的生命的历程的特殊性呢，没有它的必然性，因此不必觉得自己好命坏命，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这些情都不必当真放在心上当一回事，那都是外相虚相假象。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有没有自信呢？有自信。自信是什么呢？清净自信。它是什么呢？不要再问了，无性亦无生。再问就落入执着了。就那一个清净的自信，清净的生活，做每天该做的事情就对了。你一定要去比较，它是最高的，它是第一的，它是佛教的，它不是什么教的，干嘛的？那又是落入了现象二分的执着。对，禅宗后来的禅宗的语录会有更多这种无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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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句子。这个无什么的句子的表达方式，就是《金刚经》的无相修行啊，无相般若的理论的模式。那为什么要讲无相呢？最高境界已经达到了，就是无相。最高境界啊，下面我们就会读到一句话。心平何劳持戒，最高境界就是这样。还有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到了七十岁，孔子需不需要要求用功读书呢？不需要，因为他已经每天都非常用功读书之类的，所以也不要求用功读书。对，都用无的方式来表达你的作为，所有的作为不着相，所以用无来表达，而不是没有作为，千万不要搞错了。是作为已经达到了最高境界，因此不需刻意要求。哦、所以说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这不是断灭空的意思。是有而达到最高境界，因此无相境界。好，祖父曰啊，习达摩大师出来除土，人谓之性，故传此一以为性体。作为一个信物，确认是我传给你的，代代相承。这只是一个信物，至于所教授的佛法的智慧呢，那却是以心传心，就是我教到你明白懂了，然后你会自己执行自己操作，还可以再交给这个后代的这个弟子啊，皆令自悟自解。那这个东西呢，是自己要了解，自己要开悟的，而不是呢，你拿到我的信物，你就开悟了。是你开悟，我拿了信物给你，没有信物，你开悟就是开悟了，也不影响你的开悟。所以是楞伽经自证圣智境界，自悟自己。只有会了的人啊，才能够接受这个衣钵。自古佛佛为传本体，
师师密父本心，本体本心佛性以及菩提心的智慧，是这个东西在师父弟子衣钵传承上真正传承，而不是这个衣，也不是这个钵，它只是当作一个信物，一个戒指。你有我的戒指表示我爱你，你没有我的戒指我还是爱你，这样子。好，不会因为戒指掉了我咚一下好神地噜啦，然后突然整个故事没有，我又不爱你。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可是神会禅师虽然讲话讲得很好听，但是神会禅师就是要说我们六祖慧能才有拿到袈裟啦。好、哦、你们神秀没有拿到袈裟，所以我们才是这个正法的这个传承。那我都要不断的在强调啊、哦、神秀禅师也是大禅师。慧能禅师也是大禅师。传的法都很好。所以六祖坛经就是行有品这一段啊、哦、有一些这个高南宗扁北宗的这些说法。那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这个文字，我觉得我们看看就好啊、哦、就给它过去。否则在这里产生了执着啊、哦，那跟我最近每天晚上看那个武则天齁也是一样的。就是演戏的人演戏，看戏的人自己也是疯子这样子。好，意为争端，直汝污传。若传此一，命汝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为什么会有这些话呢？实际上也就是神秀为帝王师，天下和尚还有一丝丝好胜心者莫不嫉妒。然后呢，其实不应该是神秀得法，而应该是慧能得法、哦、如果大家知道慧能得法，那慧能也会得到跟神秀一样帝王师的地位，那岂不是大家都要来抢这个袈裟，那岂不是慧能呢又非常的危险了。所以汝须速去，恐人害汝，这些都是政治性的思考。慧能问向什么地方去，逢怀则止，遇会则藏，有典故，后面的故事可能会这个显现出来。好，三经领得衣钵，送至九江驿、哦、就是港口，祖令上船，慧能即拔橹自摇。弘忍说、哦、何事无度，应该我帮你摇桨让你过去，我来渡你。能云迷时失度，误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这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迷时失度，误时自度，重点不是谁来划船，当然应该慧能划船，他是弟子，他是年轻人，老师说要帮他划船当然也可以。那就像在毕业典礼学生要帮老师洗脚，那如果老师说要帮学生洗脚呢，也没什么不可以啊。我把你洗干净了，以后堂堂正正做人，一辈子不要做坏事，就看我们怎么解释，那都不是重点啊。重点其实就是这句话：迷时失度，误时自度。从此以后，完全我自己做决定，而且我知道标准在哪里，不会打任何的折扣。度名虽一，用处不同。前面呢是被渡，被渡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开悟，后面是自渡，自渡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开悟。慧能生在边方、哦、我在偏远的地方，语音不正，他的口音呢大概就是广东口音吧、哦、蒙师传法，所以呢由他的口音来讲法呢可能还有很多人听不懂呢。重点是他得到了真正的佛法的智慧，今已得悟，只和自性自度，谈的都是这个佛法开悟的问题，而不是谁帮谁划船的问题。那还是一个讥讽，那是一个隐喻。祖云是的，这样子对的，就应该是这样子，以后佛法由你来推展啊。如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诉说佛法难起，诉说别人一时啊不能够接受，那么这个谤佛也阻碍了你日后好的传法的因缘，反而障碍了佛法的传播，这样反而不好，所以你不必急啊，
另外有一个版本呢，还有讲说，你走后三年啊，我就会这个过世这样子啊，那之后你再开始说法。好，慧能辞为足矣，发足难行，走了两个月啊，到了大禹岭，后面有数百人追啊，欲夺衣钵，表示说这个弘忍啊，毕竟是地方的这个宗师。大家对他的影响力是非常的这个肯定的。那么他的衣钵、他的袈裟已经啊传给了另外一位弟子，不知道是谁。他往南边走，被大家要来抢这个衣钵，以为抢到了这个袈裟、抢到了这个衣钵，就可以得到弘忍相当的权力影响力。当然不是这样子啊！可是世俗人呢？就会这样子的事情。好，欲夺衣钵，不过事实是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总之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文字的描写。好，这个描写呢，其实要引出后面的这个后面的一段话。好，不思善不思恶，正与莫失，哪个是名上自我本来面目，其实要引出这段话。那前面这个故事呢，我想也是看看就好。好，有陈慧明，四品将军，个性非常的粗鲁，啊，跑到众人最前面，就找到了慧能。慧能就想，这个东西呢，啊，此衣表性，可立争议。这个袈裟既然是一个神圣的信物，有可能用蛮力就能够拿走，就试试看吧，就把袈裟放在石头上，然后呢退到后面草丛的后面，在那边看慧明来了，要把它拿起来却拿不起来，就这时候进入了这个神秘主义的故事的阶段，是否如此我们都不知道。好，乃唤云，行者行者，修行者啊，前辈前辈，我是为了佛法智慧开启的，我不是为了这个衣服。如果为了衣服，我只是为了权力而已。啊，我为了佛法智慧呢，就是我为了自己的智慧开悟而来。慧能遂出啊，坐磐石上，坐礼云啊，慧明就向他礼敬，望修行者前辈您为我说法。好，你既然是为了法而来。那么病习诸缘，什么是病习诸缘呢？反正就是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所有的杂念你先给我放下啊，孤身一念心静下来，不要预设会讲什么，也不要预设你想听什么，啊，你就心静下来，无为我说。好，这个时候你心思念虑是清净的，既不思善，想自己的好，做了许多的好事，也不思恶，也不起一些害人的恶念。那么那一个干干净净的状态的你啊，在这个时候你再来想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各位朋友，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都是清净的佛性啊，如来藏系统的经典对于人性友情的根本的本性都是这样认为的。哪个是明，明就是慧明您，啊，上座就是您，慧明您的本来面目。那慧能这样在清净的状态下来思索，其实众生皆有佛性，早就听弘忍禅师说过恩的恩次方便，只是大家从来没有自己去操作这个感觉。啊，平常打坐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打坐打坐就想起了王老太太欠我100块钱之类的，就是没有真正的心静下来。在这关键时刻，只有他跟慧能两个人，这么关键的时刻他安静下来。那这个故事呢，这个跟这个二祖啊，跟这个达摩，神光跟达摩的故事也是很像。神光要请师父为我安心，达摩说将心来，啊，无畏无安，神光就要找他那颗烦恼的心，
怎么找都发现自己都有办法把它放，因为根本不是，你不要执着，这个些妄念都没有，只要找一个自己放不下的执着，竟然找不到，逆心了不可得。达摩就说，我为汝安心静。这个模式跟现在这里的模式是一样的，不思善不思恶，你本来面目是什么，他就不思善不思恶，发现自己本来的面目没有任何的妄念了，就是那个清净的佛性。而这个东山法门不断的教的也就是这个东西。所以言下大悟，再问哦，还没有其他的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上来密语密意外更有密意，就除了你问我的这一个问答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奥的佛法的智慧呢？深奥的佛法的智慧，如果你真要知道，那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律论，你要读一辈子都读不完啊！如果就言说法而言的话，如果就如实法而言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去操作，自证圣智境界。怎么操作？就是现在这个方式，就是准确的操作方式。所以呢，其实没有别的东西了。与汝说者，即非密也啊！啊，汝若反照，密在汝边。因为你自己本性就是佛性，自性就是清净。你只要启动它，用它来思维，你就得到了它。啊，所以呢，这个众生寒生呢都有佛性，只是课程所染，你自己启动了它，那么就是清净佛性的使用。慧明就说啊，我虽然在黄梅修行了这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自己好好把自己本来面目打开，感谢您今天对我的指示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楞伽经自证圣智境界。所以我要不断的强调，南宗禅就算以六祖坛经为典范，里面充满了楞伽经的东西，所以并不是历史学者研究的结果，南宗禅是金刚经学派，而从达摩到弘忍呢是楞伽经学派，他看到了表面的这个经典的重点，其实没有进入那个理论的内部，自证圣智境界，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慧明师也。前辈您就是我的师父，您教导了我，让我领悟，所以我从你身上得到法慧。慧能说：“如若如是，那非常好。”啊，慧能就谦虚：“你跟我都是弘忍的弟子，吾与汝同师黄梅，我们互相好好自己照顾自己，善自护持。”慧明并没有说不不不，我不方便做您的师父，因为我们同事啊，这个黄梅才是我们的共同祖师这样子。然后慧能就谦虚了一下，然后慧明说不不不，我是因为你呢的开示呢，所以我才开悟的，所以您应该做我的老师，师父请您收我这个弟子啊，这样又好像在写小说一样，一些无聊的对话又产生了，就那不是重点。谁是师父谁是弟子也不是重点，就一句话结束。好，慧明就问慧明今后向什么地方去啊，逢缘则止，预谋则居，这也是一个隐喻，别的地方会发展这个故事。好，表示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神秘的这个谶纹之文，这样子有点神秘。好，我想这也不是重点。好，明礼辞恭敬礼拜，就离开了这个慧能，各自去修行去了。慧能后来到了潮汐啊，被那些想要争夺衣钵的人呢啊来追逐，乃于四会避难猎人队中啊，总之呢就躲到啊这个山里面。那山里面呢有打猎的人，所以会有一些食物这样。对，有食物可以吃，可以活命下来。经过了15年，都没有出来跟社会大众接触。啊，偶尔呢，跟这些猎人呢，随机说一些佛法的智慧。猎人呢，设下了陷阱，然后呢，
有动物就掉入陷阱里面，慧能呢就把它放掉，因为他蛮大胆的，这些猎人大概不是心肠太坏，否则岂不是把慧能剁了当肉吃这样子。好，煮吃饭的时候呢，菜祭煮肉锅，所以我们非常这个常常听到的肉边菜，但吃肉边菜就从这里来的。一日思维，食当弘法，不可终避，不可以这个总是躲起来。岁初啊，到了广州法性寺。好，这个时候呢，法性寺的印中法师正在讲涅盘经。好，各位朋友，这个涅盘经呢，在这一个道生法师，就是鸠摩罗什的弟子，最有名的就是僧造，就是造论。另外也就是深宫道生法师，他就讲一禅体也有佛性，众生皆可成佛。所以各位朋友，众生皆可成佛这个观念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虽然原始佛教是要离苦得乐，成阿罗汉，但毕竟要好几世的轮回，斯陀含、须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样子，好多生好多世的修行才能够成佛。所以呢，是否成佛是一个艰困的事情，没有人敢轻易地说众生皆可成佛。后来在唯识学的理论里面，一禅体不能够成佛，患五重逆罪不能够成佛。从现象的观察，人是很坏的，怎么可能轻易的众生皆可成佛？但是从理论的究竟而言呢，如果不是众生皆可成佛的话，这个学派的理论不究竟。所以在此之前有一些佛经传来都有讲到一禅体不能够成佛，但是呢，道生法师深宫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思维的推理，他认为最终还是众生皆可成佛，一禅体犯五重恶罪的也可以成佛，因为那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性。结果呢，人家觉得他讲的东西呢，这个就是不符合过去经典所得到的东西，所以论文审查不通过这样子，这个升等教授不通过这样子，聘任教职这个不通过这样子，所以没有办法在京城里面传法，就自己呢到山林里面对着石头说法，那石头就说是是是是是，你师父您讲的对了，深宫说法完时点头，结果经过了几年之后涅盘经翻译到了中土，确实出现了这个文字这个众生皆可成佛，一禅体可以成佛，成佛以后呢，这个众生自性呢是常乐有尽原始佛教呢是这个苦集灭道苦空无我，涅盘经讲常乐有尽，表示佛学的观念更上一层楼，众生皆可成佛，所以涅盘经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如来藏系统的经典，就是当要去思考如何修行成佛的时候，那佛学的理论呢，在这个问题上有更究竟、更彻底、更完备。好，广州法性寺印中法师就在此讲涅盘经这个时候呢因为台风快来，所以风很大，那个帆就是那个旗子就飘来飘去，就是僧人甲就说：“你看那个帆在动。”然后呢，僧人乙说：“不是帆在动，是风在动。”僧人甲说：“不管风有动没动，重点还是帆在动，而你看到的是帆在动，你有看到风吗？你根本就没有看到风。”你看到的只是帆在动，所以就眼所见而言呢，是帆在动，而不是风在动。然后呢，这个僧人这个乙就是说呢，帆动只是现象，如果没有风动的话，帆是不会动的。两个人争辩不已。这个时候呢，印中法师正在讲说，常乐我净，众生皆可成佛，一禅体也可成佛。意思就是说，老师在上面上课，两个学生在下面聊天这样子。那慧能走过去跟人讲：“仁者心动，不是幡动，也不是风动，
你们两个没有好好听老师上课，你们俩在聊天，你们俩自己心动了。各位朋友，是风动吗？还是幡动呢？既是风动，也是幡动，但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心动。你们没有正在学风，如果要学科学，是风在动；如果要学知识论，是幡在动。你看到的现象，你只能说幡在动，这样之类的。所以呢，既是风动，也是幡动，不过那是科学的问题，或知识论的问题，心理学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就学佛而言呢，你们俩都没有乖乖听课，心动，所以一点就点到了要害。所以呢，这个慧能净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你们两个没有认真学佛，听老师上课，一众骇然。印宗言至上席，征集问他一些佛学的道理，慧能言简理大，不由文字，就是不必引经据典，直接一句话就说到了你问的问题的重点。印宗就说，前辈，你一定不是普通人，我们已经听说弘忍黄梅的这个衣钵传到了南边，莫非您就是那一位衣钵传人？好，慧能曰，不敢。中国人讲话这个中国人讲话呢就很奇怪，不是很奇怪，很有特色。你常常说谢谢谢谢谢谢，人家跟你说谢谢，你会说什么？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谢谢的意思就是说辛苦你。他说不辛苦不辛苦这样子。人家说谢谢应该说不客气这样子。可是谢谢有一句话没说，就是您辛苦。那我们回答是回答您辛苦。然后说不辛苦不辛苦，不会不会这样子。所以就跳过了中间一段。就是说莫非您就是行者，那您那个伟大行接受我们的礼敬吧。不敢当不敢当这样子。而其他应该说是的。不过是的有点粗。因为说是的时候人家就要对你礼敬。对于礼敬就直接说不敢当不敢当。那连礼敬也免了这样子。这语言的趣味的地方。宗还是作礼了。告请传来衣钵出示大众。这句话也有点粗鲁。你证明一下，你身份证拿来我看一下这样子。好，当然就拿出来了。这个是神会的笔法。我觉得也未必会是这样的，这个动作也蛮粗鲁的。宗父问曰，黄梅副主如何指授？问这句话就好了，因为我们毕竟是来学智慧的，学佛法的。慧能说，指授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有没有特别的什么特殊的法门呢？慧能说，并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要你自己开悟，自己去彰显自信中的清净智慧的佛性。这是操作的关键，而不是叫你按部就班，那边这个先做暖身运动，然后那个盘腿，单盘还是双盘，然后手呢要节切，等等，然后眼观鼻，鼻观心，然后呼吸要熟悉，然后看看慢慢能够进入禅定的境界，然后看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那最后这个解脱，不是在谈这些，这些都是表象，这些都是动作。真正的重点呢，在于我们的思维的主体的本心是不是自信开悟，唯论见性，是不是自己明白自己就是，自己有那个如来智慧，对自己能够主动的不二法，不产生边见，不这个轻视别人，不这个傲慢别人，不侮辱别人，也不受别人的毁谤的影响，也不受别人的赞美的影响，自己不二法，是不是能够自己在自信里面操作这个清净不二分的智慧的状态，不论禅定解脱。宗曰，印宗法师，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呢？因为那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呢？后面还有定慧品，
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是智慧的开悟。禅定呢，也是为了智慧开悟的辅助性的行为模式，而不是禅定本身，而不是打坐行动，而不是打坐行为的本身。打坐行为是辅助智慧开悟的本身，这样子。好，好，这个所以不是禅定解脱，办法就是我有分心，我有杂念，所以我要静心。这个我要静心的这个念头呢，其实就是我有杂念的念头的，也就是说那就是一个二分法。所以呢，重点就是全部不二分，当下是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起二分法，就走在这个般若智慧菩提心的正路上、正道上，而不是特别的去要做一个打坐，或特别的去要做捐钱，或特别要去帮助别人，啊，或特别要做什么样的这个典范等等。那些呢都是可以做，不是说那些不可以做，而是不要起那个分别心，无相般若，无相啊，否则呢一有相，不管是好坏都是二法，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好，更进一步、更深入地说明，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般若就是不分别，分别好就预设了坏，分别善就预设了恶。老子也说有无无相生，你讲有就预设了无，就预设你没有讲的那个东西，所以你讲什么都是二法。你讲善就预设了恶，就是二法。不是你讲善，善是一法，不是的，你讲善就预设了恶。佛法是不二之法，哦，譬如说法师你讲涅槃经，涅槃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哦，佛性就是一个智慧的活动的本身，哦，随着各种缘起呢，哦，来来去去，来去自如，而不要在任何缘起的当下看到了善要去执着，看到了恶要去排斥，看到了好要去停止，看到了坏要去逃避，其实就是随缘啊，不变，不变随缘，不要起二分心。那这就是一个智慧的生活，这个智慧的生活能够让你经历天下事，并且辨学天下事，并且理解天下事啊，然后呢，随顺因缘，救度众生，陪伴众生，就是不要起二分法之念。佛法是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跟佛说，犯四重禁，最严重不能够被犯的罪，警察局有重案组，这样就犯了重案，这样做忤逆，什么杀父杀母，刺佛身，什么烧佛经什么之类的，毁谤僧人什么之类的，一禅体等，当断善根佛性否？那佛说不，啊，所以《涅槃经》呢是一禅顶四重禁五逆罪，他的佛性啊也没有断，他还是有佛性，众生皆有佛性，一禅顶也可成佛。好，这样子就是一种二分的思维，真正的佛性呢就是没有这个二分的思维。好，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呢是非常非无常，那么是名是故不断，他们不会断善根的佛性。那一个自信清净的佛性的主体是生命的本源，那个东西是本来都有的，他后来迷惘而执着善啊，不，执着了这个欲望，因此做出了世人以为是恶的行为，那也是在一个虚妄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虚妄的行为，行为是虚妄的，但他的自信的本体的佛性还是存在的，没有影响的，那个佛性不受到现象的善恶的状态有任何影响，你做了也不增加，不做了也不减少，就是这个意思啊。你做了坏事它还是存在，你做了好事它也没有更多，这样子，做了坏事它没有减少，做了好事它没有更多啊，是名不断，名为不二。
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是名不二，运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运五运，色受想行识，界十八界，六根六尘六境，十八界，凡夫见二，我们就是生活在现象世界的运处界里面。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了达其性无二就是缘起无自性，所以呢，随缘不变，就现象各种事情来来去去，不要起分别心，都一样。你们自己以为善，你们自己以为恶，你做善行不以为善行，你是清净的。好，那么这个你做恶行志得意满，你以为你做了一些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恶行。你以为得到了什么，其实你并没有得到什么，甚至你失去了更多。所以你自以为的欲望的满足其实是恶行，而那个行为呢是并不能够让你满足，因为后面会得到痛。所以你所以为的不是你所以为的，你根本无需这样以为，我也不必这样看你，就这样子。我看到的是统一性，我看到的是前因后果缘起历程的全部。所以呢，这个不会随着你怎么样怎么样。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总之就是，我不随你起分别，我不随你起分别，那你造恶业，你还是要受这个恶报。可是我不因为你造恶业，我就不当你是可以成佛的有情众生，我一样陪伴你，一样跟你相处，一样不排斥你，但我不会随着你去为恶，去造恶业等等。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是为佛性，佛性是这样面对运作的。印中师父闻说欢喜合掌，某甲讲经啊，犹如瓦砾，我在讲经啊，只能讲表面的知识的意思，而你讲经说法的时候呢，能够把里面的真的精神呈现出来，犹如真经，所以呢要请你这个讲经。于是为慧能剃发，愿是为师啊。本来是印宗在讲涅槃经，慧能跑来听，有人在讲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说是你们两个人这个自己心动，大家觉得这个议论非常特别，印宗禅就把他请到主席台前，跟他谈了一些话，知道他很特别，问他是不是那一位行者，他说是，然后呢，那你是不是讲一些这个佛法给我们听？慧能就直接就《涅槃经》的佛性的意思而讲他的精神，那印宗呢就认为，你讲的是真经，我讲的是瓦砾，非常的敬佩。然后呢，也知道他这个过去的这个故事，经过了这么多年，然后呢，满身长头发，为你剃发，愿是为师。他本来就是出家人，只是呢，在山里面，所以头发长长了。慧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他的师父的法门，师父教他的禅宗的东西，慧能于众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因为过程当中呢，这个还会有人可能想要加害于他，因为那个袈裟呢等于是权力，因为呢那个神秀呢已经在北方，在朝廷在做这个帝王师，这个洞见观瞻了。那如果有这个袈裟，这个替换掉了神秀的地位，那岂不是也可以得到偌大的权力？所以一些恶人呢，就是想抢他的东西，所以让他命似悬丝。今日得慧能自己讲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十分危险，今天我竟然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诸位地方士绅跟诸位这个政府人士还有诸位出家的师父这个比丘尼，还有这个学道者以及一般的这个民众同此一会，岂非累劫之缘？那岂不是
过去宿世大家有的这个因缘啊，亦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同种善根，方使得闻如上顿教得法之因。我会不断的要强调，为什么要这个强调呢？因为儒家啊，有时候会从这个禅宗的一些话里面，因为《金刚经》本来就会说啊，说功德即非功德，是为功德；说布施即非布施，是为布施。啊，说什么就不是什么这样。所以呢，什么宿世因缘呐，啊，这些无上正等正觉啊，《金刚经》都会说不是这样才是这样子。那就有一位儒者陆象山，他就说：“你看你们佛经自己都说不是这样，所以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有的呢还是家国天下，啊，所以呢你们没有照顾家国天下，反而是不对的。”你们里面真正有智慧的人呢，都说没有那些东西，没有什么轮回啊，哦，没有什么宿命啊，没有什么业报啊，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你们里面有智慧都说没有这些东西嘛，所以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你们应该做的还是跟我们儒家一样，投入家国天下。是的，禅宗的传统里面会有不说轮回不说业障的这些事情，哦，就是直接修行。但是我要强调，禅宗就是佛教，佛教就是因果业报轮回，没有这个东西就不是佛教，没有这个东西就不是宗教。好，哦，即便《坛经》里面看这简单的几句话，意是莫非累劫之缘，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哦，同种善根。意思说，在座诸位听众，你们过去生也曾经供养诸佛，种下了善根，所以今天我们有这个缘分，哦，来这个一起来学习听到这个顿教的法门。这个顿教的法门呢，是我的师父我的师祖从达摩以降所传下来的法门，并不是慧能我自己，哦，用我的小聪明去想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愿闻先圣教者，哦，如果想要学习的话呢，大家自己先把心静下，那么你就可以学习到，就可以这个理解到。那么闻了各自除疑，如果听过了以后呢，自己把自己的困惑给它解消，解消了以后呢，啊，如先代圣人无比，你自己就达到了那个很高的境界，跟之前的这个修行者圣人的境界一样，很高的境界。一众闻法欢喜作礼而退，所以大家就非常的高兴，哦，这个就结束了今天的讲经这样子。好，我讲的有点慢了，这个就是他的第一章，那把第一章讲完了。那因为刚才中间没有休息，我刚忘了休息。那我想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然后待会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不要再讲，因为第二章又是很长的。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来可以做一些问答讨论。好，先休息一下。好，我们接着讲这个《坛经》的这个第二品，好，般若品，就是摩诃般若啊，波罗蜜多这几个字，慧能做了一个解释，叫般若品。好，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些概念，它都有佛学上面更专门的意思。慧能在讲概念的时候，都直接把它转换成我如何做功夫。所以我说，大家手上有拿到我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是六祖坛经，第二篇文章是慧能无相无念功夫，都是讲六祖坛经，我写了两次。那六祖坛经那篇文章，我就建立了一个模式，就是知识往功夫上讲，功夫往境界上说，境界在最高证悟状态中谈。所以般若品讲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也是从如何操作上来讲的。好，唯始君请意师生座告大众曰：总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大家念这个概念，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修行。实际的意思不是只是你念，而是你理解
甚至是在日常行为当中呢，就这样照着做。那这就是念这个东西的意思。真的懂得照着做，你就是在修行。有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观念在修行。好，善知识就是各位用功的朋友们，菩提般若之智啊，世人本自有之。那这句话就跟众生皆有佛性啊，这个大乘起信论讲一心开二门真如，完全都是同样的意思。只缘心迷，不能以自悟。那为什么心迷呢？以起信论的观点来说，就是生灭门的无明熏习还在那里执着。那如果真如门的菩提般若智打开，面对这个执着不二，就不执着，就放下，那这件事情你就自在，你也不烦恼。那迷的状况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烦恼，不了解，不甘愿，了解甘愿接受不烦恼，就是智慧的状态。所以迷悟就是烦恼跟不烦恼而已。当你再烦恼你就是迷，再烦恼你肯定认为什么是什么，而什么不是什么，你喜欢什么或者你不喜欢什么，但是你不喜欢的来了，你喜欢的不来，所以你在烦恼，就这样子。那看清了就放下，放下就是你不执着，不采取什么特定的感受的意见意义，那你就不会喜欢什么得不到，不喜欢什么跑来，就不会烦恼。那就是菩提般若之智，本自有之。但是你在执着，因此烦恼，所以不能以自悟。假大善之士，是导见性，有那个开悟者来跟你教导，让你能够明心见性。其实愚人智人，佛性是没有差别的，就他们的本性是一样的。但是愚人呢，喜欢分别，喜欢爱这个不爱那个，但是爱的得不到，不爱的那个来，所以他有很多烦恼，然后他去抗拒，然后做了一些事情又伤害了别人，那别人也是看不开，又想要报仇之类的，所以生命在轮回痛苦当中。其实本来都有佛性，只是迷悟不同，所以才有愚有智。如果悟的话就是智，智者的形象就是他没有烦恼，而且呢他还可以开导你，让你解脱烦恼。吾今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使汝等能够得到智慧。你们要好好的听我来讲给大家听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就是大，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呢就是到彼岸，到彼岸就是解脱，到彼岸呢就是烦恼变成不烦恼。我到彼岸，我解脱了这个烦恼，解脱了这个痛。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翻成中文叫大智慧到彼岸，大智慧得解脱，大智慧离生命。好，世人终日口念般若，所以就跟这个孟子讲的良知良能我故有之，性善论，每个人都知道，但你有人有几个人把自己的良知良能如王阳明所说致良知于世事物，没有。王阳明就是自己实践致良知于世事物，所以成就了他一代大儒。所以你就是去实践，这样慧能这边也是强调，世人终日口念般若，但是呢你说的都是书本上的般若智慧。你书本上的般若智慧的意思是说佛性众人皆有，但是呢你却没有在自己的身上是自信般若，其实就是什么言说法没有变成如实法，如实法说通没有变成宗通，你就是没有达到第一义。第一义不可说，第一义就是自己去实践，自己去实践就是自证圣智境界。所以我要强调恩的恩次方次，
楞伽经的精神就是南宗禅的精神，就是直接实践的精神。好，不是自信般若啊，犹如说食不饱。好，说食不饱的意思是肚子饿了。好，现在呢有一盘这个罗汉素斋，哦，香喷喷，热腾腾，非常好吃。吃饱了没？啊，说食不饱，你再怎么说我都不饱。意思就是理论没有实践，没有实惠，口淡说空，说了万劫，你也没有能够提升境界，不会有任何的益处。啊，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梵文，大智慧到彼岸。到彼岸，因为此岸是什么？无明烦恼轮回。彼岸呢？清净，没有烦恼，还可以什么？救度众生。此须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电。啊，口念心行，心口就相应。所以你想的跟你讲的跟你做的是同一回事。那么本性是佛啊，离性无别佛。性就是自性，离开了我们自己，没有所谓的佛。是的，有佛，但佛已成佛，而我本来是佛，我未成佛啊，所以我就算见到了佛，我也不是佛。那我唯一可以做就是让我自己成佛，让我自己成佛，离开了我自己是不可能成佛的。我看到的佛也没用，离性无别佛，离自性没有佛可以让你获得。你就算见到了佛，佛也受记你可以成佛，你现在还在烦恼当中。而你要学佛，并不是你要见到佛，而是你要自己成佛。的意思是你没有烦恼，的意思是你很有智慧，处理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好，那么摩诃就是大。那怎么样是大呢？那慧能就是要告诉你怎么样大，你就是要心量广大。那心量广大呢，就是人家怎么欺负你不在乎啊，人家怎么没有尊敬你不在乎啊，人家没有帮助你不在乎啊，人家没有同情你也不在乎。对，心量广大就是要求自己，不要求任何的别人。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半，没有方圆大小，亦非青黄赤白，无上下长短。前面说的都是白说的，都抽象，后面才是真功夫。无嗔就是广大，人家恼怒了你，你无嗔；人家赞美你，哦，你佛学讲得好好，你就很兴奋的，无喜这样子，无是无非。你这样做对，你这样做不对，不够好，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是分别。无善无恶啊，无有头尾，就是八风吹不动。我们做本来该做的事情，外在的这一些都不要受到影响。诸佛刹土啊，尽同于虚空啊，就你住豪宅，或你住在天上，或你在三禅四禅出地二地啊等等，这些境界上面的差别也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执着了，就不够大。大就是全部平等啊，犹如虚空。各位，并不是没有佛刹土，并不是没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境界，并不是没有初地二地三四五六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的境界的高下的差别是有的，不起分别心，如此而已。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有一法可得。啊，你可不可以得到三禅的境界呢？可以。可是你得到了三禅的境界，执着于三禅的境界，以为它是永恒的境界，并且骄傲的不得了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个境界里面。这就是无有一法可得。啊，你是什么就不是什么才是什么。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执着在那里，你就不是什么，就没有真正那个境界。所以无一法可得。啊，
但是你是不是已经会背英文单字呢？会。你是不是已经会用英文了？会。你是不是已经可以写英文作文了？会。你不用执着，执着了就不是真正有那一个高明的境界，或者你仅停止于此，其实你还可能的比那个更大，你就无法更大。无有一法可得，不可执着于一法，自性真空亦复如是。善知识，莫闻无说空，便即着空。所以我刚刚一直在讲，并不是没有禅定的境界，并不是没有布施，并不是没有功德，并不是没有成佛，而是什么都不要执着，叫做空。那你如果以为什么都没有，那你做坏事不会得恶报，错，做坏事会得恶报。好，那做好事呢，也会得好报，只是呢，你不要去执着，而你还可以做更多的好事。你执着，那你的好事仅止于目前的境界，如此而已。莫闻无说空，便即着空。第一最重要就是莫着空，着空就是空心静坐。着无际空，我什么都不想，就坐在那里。然后坐在那里的意义是什么？不知道。坐在那里就希望能够发神通、气脉畅通，得到神通。得到神通以后，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卖钱，来赚钱，然后得到名位，那成为这个皇帝的这个帝王是什么呢？想的都是这些，那就是执着，那就是走入邪道。善知识，世界虚空，能含万物色相。虽然虚空，是说缘起无自性故空，是说来来去去不永恒，不必然，不固定，所以说空。但是呢，并非没有现象种种，有万物色相，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涧。口渴了，你还得喝泉水。好，草木丛林，善人恶人，善法恶法，天堂地狱，一切大来虚名与诸山总在，有这许许多东西，但你都无需执着，就是不要停止，不要非要什么，非不要什么，如实地观其来去，随缘不变，不变是那一个清净的智慧，这样就好，总在空中。然后世人性空亦复如是，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有这么多的分彩分云，但是呢不要去停留执着，否则呢就会这一个陷入烦恼当中。为什么会陷入烦恼呢？所有你想执着的东西依然仍然继续在缘起变化之中，所以没有办法让你停留，所以只要你执着，你就会失去它，你就烦恼这样子。好啊，你就看着它来去，不执着，没有烦恼，你就自在。你没有想要名，你不会因为得不到名而烦恼；你没有想要利，你就不会因为得不到利而烦恼。而你每天还是在过自在、智慧的生活，甚至还可以开导那一些执着且有烦恼的人，让他不执着，没有烦恼，也解脱，也能够到彼岸。对，自性能含万法，是大。能含万法，就是你不要在某一法中执着，你就会失去其他法。所有的法你都含，那但是所有的法你都不执着，这就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若见一切人善之与恶，尽皆不取不舍。舍恶人只跟善人来往，这就是取舍。善人恶人看得清清楚楚，善人应该给他什么，恶人应该怎么待他就怎么待他，而不是舍。就再跟他有一句话，这个跟恶人相处不难于言，难于不恶，你不要厌恶他，跟这个意思很像。你就严格跟他相处就好，但你不要践踏他的人格，不要讨厌他、恨他、伤害他，这样子那就是舍。对于恶不要舍，善不要过于的肯定亲近，然后吹捧，亦不染浊，心如虚空名为大。对，对一切平等也是大的意思，接受一切也是大的意思，
不要执着也是大的意思，叫做摩诃。名人口说，嘴巴说，有智慧的人就心量打开，面对现象世界就是这么的大。好、哦、关键在哪？我刚就说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无嗔无起无是无非无善无恶，这就是那一个这个大。智者心行，好，这样才是对的。可是又有迷人听我讲空，就变成执着于空，就不相信一切有因果，不相信一切有恶力、有业力等等。好，空心静坐，百无所思啊，自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遇，唯以邪见故。经慧能前面就讲这个只受即无啊，唯见自性，不在禅定解脱。好，我们以为有烦恼，那么要借由禅定的这个功夫，那么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的层次、高的这个境界啊？但是对于禅定的功能目的不真正的了解，它其实就是从身体活动的角度辅助心理的清净的智慧的成型，所以事实上是一个辅助的意思。你不打坐，你走路一样可以啊，你睡觉一样可以达到心理清净、不执着、不二的这一个智慧的修行的这个目标，而不一定是身体的打坐的形态。那其他不明白的人以为身体的打坐可以得到一些这个特殊能力啊、特异功能、超能力、神通等等，那么朝向那个错误的方向，空心静坐，并没有去打开那个智慧，百无所思，自称为大，这些人是邪见。好，善知识心量广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应用遍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为什么一切即一？好人坏人，有钱人没钱人，有地位没地位，都是什么平等有情众生啊，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无分别心。你上班的时候也是清净，下班的时候也是清净，对待长辈也是清净，对待晚辈也是清净啊，这个对待什么人都是清净啊，一即一切，同样一个态度，平等无分别的态度对待所有人，然后过我们日常的生活，然后呢没有烦恼，反正呢自由的相对呢就是不自由，不自由就是烦恼，只要你有烦恼，肯定有什么地方你边界二分法执着，所以你会有烦恼，那有烦恼就不自由。佛法呢，智慧呢，就是获得自由，越有智慧的人就是越自由，越执着人就是越不自由，执着在自己的欲望当中，欲望没有满足他很痛苦，所以他不是个自由的。那自由的人呢，就是没有执着，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就是他没有痛苦，没有烦恼。其实关键在于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就是他没有分别心，就是佛法是不二之法。好人我也这样待他，坏人我也这样待他，我待他什么呢？般若智，就该做什么做什么，不执着，我待他的还是一即一切，所以一切即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智慧。好，因为现在已经五点了，因为大家有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多讲。那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那下一次我们再讲下一题。谢谢大家。